昨天美术老师给大家布置了作业，拿出来检查一下。这不是著名画家陶光光的画吗？你竟敢拿这个画来冒充？老师，我没有冒充，陶光光是我的笔名。还吹牛？除非你现场给我画一幅。真的是你？这节课教大家，不要慌，我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老师，是黑客入侵。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独一无二的算法和操作啊，眼睛就是传说中的计算机神通眼镜蛇。好了，学校的电脑我都加了防火墙，不会再出问题了。我还趁机黑了黑客的电脑。